已经用法术将苏妲己的魂魄封印起来了，这具躯体就随你利用了。合并如此麻烦呢？干脆把它杀了，直接让大姐幻化成她的人形不就行了吗？哎，那可不行，你们都是妖精，如果碰上法力高强的人，你们一定会被识破的。所以我用法术将妲己的魂魄封印起来，让大姐进入她的肉体。这样一来， 可以操纵他的心智，二来不会让世人发现。可是那纣王的寝宫还有剑神守护着，我们根本进不去啊！因为我学过道家的仙术，当然有办法封住他。可是你们却不一样，如果碰上法力高强的人，人家一眼就能识破你们，对你们就不利了。所以 我才让大姐进入苏妲己的体内。原来是这样。还是公报想得周到啊。所以啊，大姐，就听公报的意思。好，等等，大姐。虽然你要附在苏妲己的体内，但是在她的肉体当中，你是展示不了法力的。如果你想展示你的法力的话，一定要离开她的身躯，明白了吗？ 禀大王，这些都是各路诸侯献来的美女，请大王鉴赏。你们先下去吧。 你不要怕，我在你的体内。你到底是谁？怎么会在我的体内？快从我身体里出去！你快出去！你忘了吗？昨天晚上我们俩可是见过面的。 待我完成任务以后，我就是狐仙了。你为什么要附在我的体内？你到底想要做什么？当然是借用你美丽的外表，去迷惑大王。你快离开！你快离开！